海狡辩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在天有灵，他们都不会怪我。你海狡辩，海狡辩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哎，组长，天不佑我萧家，你长大了，你走吧。走。爹，你叫我爹，你怎么不相信我呢？我肖战以后没你这个儿子，我和你一刀两断。好吧，走吧。本来你也不姓萧啊。
后了。爹，爹，爹！这些都是我的家人，我死也不会碰他们一根手指头的。怎么会？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小燕哥哥，我相信你。十分严厉，我九岁能有九段斗志气，都是因为爹让我勤修苦练。我和萧明、萧克打架，爹总是责骂我要管好自己。在别人眼里，他是一个不成气候的族长，可在我眼里，他是疼我、爱护我的父亲。贪心太大，会遭天谴的。天谴？我要是有宝藏，老天爷会罚我，会罚我！如何证明啊？就是我自己撞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也没想法，我们要个说法，我就给你们个说法。担心我走歪路，好好的给我上了一课。打不过，快点跑。我这次回家，我觉得爹变了。我一心想为萧家找回被纳兰家退婚的尊严，一心想让云兰尊给我娘平反，但只要我提到这些事，爹就觉得是我太狂妄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他在怕什么？他当初那种敢做敢当、无所畏惧的魄力。小燕哥哥，我不想你这么难受，别想了好吗？也许有些事
我们现在看不清，等时间久了，一切都会有答案的。爹可能有他的苦衷。我不明白，我和爹吵架后，明明回屋了，但是醒来后却已经在斗气阁里。这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我根本想不起来。